第九题，题目说呢，要因式分解这个式子 6x 二次方减掉 3x， 然后呢减掉2乘上 7x 减5。这个是一个一元二次式，那我们直接把它拆开，把括号去掉， 6x 平方减 3x， 把负2乘进去，减 14x 加10，负负得正250。整理一下，减 3x 跟减 14x 合并变成 6x 平方减 17x 加 10。 好，这个一元二次式呢，这个最常用的做法当然就是十字交乘法，6把它拆成326， 10呢因为中间这个17是负的，负17，所以我们把10拆成负5跟负2，负5跟负2，十字交乘，负2乘以2，负4，3乘以负5，负15，所以算出来是负19，不是负17，换另外一种做法，把6呢不要拆成32，拆成61试试看。那这个10呢还是一样，分成这个负5跟负2，负5不能摆下面，因为负5摆下面的话呢，一乘就太大了。试试看，负5乘以1，负5，6乘以负2，负12，负5减12等于负17，这样就对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式子呢就可以变成 6x 减5乘上 x 减2， 6x 减5乘上 x 减2，答案选 A。